什么武林高手独有做天下第一，为什么人在江湖都有说身不由己，为什么你等我的总是为了满不知是什么的武林秘籍，为什么武林高手都要做天下第一，为什么人在江湖都要说身不由己，为什么双生相遇总是失散多年的同父异母兄弟，为什么为什么，请你不要介意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为什么为什么，我从身边而来的江湖充满好奇，为什么为什么，请你不要问我，我也无法回答，为什么为什么，因为我一人在江湖成为最后一个大侠，为什么小子无名总是成为武林第一，为什么大侠无敌总是踏上孤独之旅，为什么朋友相聚总是因为上一代的恩怨对立，为什么小子无名总是成为武林第一，为什么大侠无敌总是踏上孤独之旅，为什么情侣相逢总是仇人，为什么为什么，请你不要介意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为什么为什么，我从森林而来的江湖充满好奇，为什么为什么，请你不要问我，我也无法回答，为什么为什么，在江湖成为最后一个大侠。